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Belisha， 我是 Ethan。 哎，那今天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因为 AI News 一岁了。对啊，就是我们的社工现在是一周年了嘛，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对着相机嘶吼了一周年，然后来带给大家新闻，然后这个频道也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了一周年。对啊，那非常感谢各位每天的收看，谢谢给我们的鼓励，不管是在金钱上面还是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的祝福，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来给大家做一集有点趣味的。对，不要太 serious。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去年一整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成长？有成长吗？首先你觉得？我觉得有，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回答，就是 这个频道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意义，然后你在这一年来讲，这个频道对你来讲有没有帮助到你，或者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成长之类的。对，都可以回答。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有绝对的成长的，就像说我看很多东西是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像我一开始看到 Larry Elder 挺同婚这个东西，我心想说 What？我在听他的广播六年了，也没听他讲到这个东西，然后现在这个东西被挖出来，然后还有各个方面，我才知道说，哦，他挺同婚是什么意思，然后宪法里面的婚姻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我不支持他的说法，但是我了解说他的说法是符合宪法的，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成长吧。对，那你觉得我有没有成长？我当然有啊。各位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刚来的时候他是说，哎，我这都不懂政治了 ，OK， 我要到中国美国投过票，然后现在是可以去做一个political commentary 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成长。去年这一整年的成长，我觉得我们都是有蛮多的成长，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领域吧，就是我之前完全根本就不想接触的一个东西，我永远都觉得说这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的东西，嗯，对，然后结果居然就开始做。所以如果大家要是还那个记得的话，刚开始只有你一个人在播新闻，对，那时候很酷哦，那时候就是他那时候连三权分立都不知道，然后美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政治体系，什么众议院、参议院，然后国会，然后什么那个总统 executive judicial congress， 他都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这样讲，然后他一下子就全部都 pick up， 然后全部都会，非常厉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个上火闹心的夜晚了，我是不是我在这边祷告，我说主我怎么办呀？的确还是有成长嘛，就是跟去年的这个时候的我来讲是有成长，然后你跟去年这个时候你来讲也是有成长，当然呀，感谢神。接下来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过去这一年中间，我们经历了两个大选，一个是总统大选，还有加州大选，这两个大选都让我们心情高低起伏，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讲这个看法，因为如果要讲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时。因为你就知道说，川普他赢了，对，Joe Biden根本没有出来 campaign， 然后他可以拿那么多票，史上，不是美国史，是全世界的历史上，除了习近平以外，他拿票拿最多的，还有他那个曲线这样子的那个拜登曲线，对，你就说你这个样子你还可以赢，然后我们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他一定会，这东西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然后怎样，哦，今天 Arizona 的不是要出来了，说不定会有什么突破性的这个东西。对，但是通过这一次大选，我们也看到就是黑暗的势力比我们想象的要黑多了，而且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的多了。Mark Twain 之前有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If voting works, they wouldn't let us do it。如果投票有用的话，他们不会让我们去投。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个东西？真的就是改变我们的文化，然后传达正确的价值观，让社会从基层开始改变，而不是选出一个救世主，因为你的投票doesn't work。 对，而且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价值观的一个建立。嗯，啊，那包括这次像那个加州大选，我们也看到左派故意的往我们右派基督徒的群体里面放假消息，嗯，一大堆的人被骗，然后我们当时也被骂得很惨，就很多人来骂我们，但其实当时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但是你永远都叫不醒那些人。就是经过这次大选，我会知道说，哦，以后会有相同的情况还是会不断的发生，但是我们要不要做那些就是很容易被风向骗的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建造什么，
然后我们要怎么分得清什么是真的是什么是假的，就不能再继续的被这个东西骗，这个非常非常可怕。你会看到那一瞬间所有你们平时在看的 YouTuber， 你们平时在追的 Telegram， 这些人啪在一瞬间同时出来推 Kevin Kelly， 然后当时有人付钱。我这个事情很可怕，为什么？因为一大堆的人相信了，这个就是可怕，就是在那里我的心情当然会有起伏，因为我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们在说的话没有人在听，然后没有人在在意，没有人再去思考说这一切的逻辑是怎么回事，然后是真的是假的。他们只是说听到那些东西他们就说，哦，这个就是真的，但是没有人觉得我们说的东西是真的。对啊，那时候会某层面上面会很灰心，嗯，但是其实就是要告诉自己说，你不要去被这些东西打扰，你这些东西你真的是经过印证过，而且是好几个大牧师大教会然后全部去做这些印证，然后知道这个人，然后有听过30年的这个广播节目的情况下，你就不要去相信一个你才去年还有前年才刚出来的一个 YouTuber， 然后说什么啊川普要回来啦，从今年的2月一直说到现在，然后都没有实现的一个。对，因为这些东西你说像他们讲那种东西，你平时说啊，大家都觉得说无伤大雅嘛，我听一听我就当笑话似的，我听了也就过去了。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就是他平时讲的这些东西他都让你相信，就是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啪他就告诉你看不开点。Yeah.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说办公室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呢？你先说。我觉得办公室最开心就我们在一起吃东西啊，我就觉得最开心啊。我觉得开心的事情就像说我每次大选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些消息，然后看到一些新闻，然后是很值得振奋人心的东西，像说德州的那个堕胎法案啊，哦对，然后还有像说Larry Elder 要参选啊，嗯、然后川普那个时候在哪里演讲啊，各方面的，然后像说枕头哥啊，他要出来做什么东西的，我们当时都觉得就是我们有机会，左派权力全面执政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我们可以翻转这东西。那、嗯、虽然这些开心很快就全部都被打破，但是其实我是就是说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我蛮开心，就是我们三个人有一段时间就疯狂的吃。接下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全部像吹气球一样的胖起来。Yeah. 如果大家要是去看我们频道最一开始的影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们都是瘦的。Yeah. 然后没想到你再去看两三个月之后影片，每个人脸都被打肿了一样。Yeah. 特别是我，肿的实在是一个不 OK。我也肿啊，我现在还在肿。哦，是啊。就是我现在还在减肥中，还没成功。对，我有在减肥，我一直有在减肥。就是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就 Oh my God, who is that？ 对，因为有一次我们在剪片的时候，放了两个荧幕，左边一个是现在的，右边一个是以前瘦的时候，结果就把它完全刺激到。对，我差超多的，我简直就不是人了那时候。如果大家要是那个有发现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升我们的形象，不知道成功没成功，但是一直想给大家说，哦，就是最起码让大家看我们报新闻的时候不要那么遭罪。如果在不那么遭罪的前提之下啊，还能感觉说，哎，这俩人看着好像还让人感觉挺舒服的。各位喜欢他哪一个发型？他是这一阵子换了好几个发型，还有一顶假发嘛，就出现了一集。那个阴谋论那一集，因为出现那一集之后，然后办公室全都骂我说什么东西啊，拿走。所以那个假发现在我家的柜子里。嗯，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在下面留言，我还可以戴哈，因为假发。对、yeah. 嗯、好，接下一个，面对未来左派的威胁，还有包括疫苗护照、经济衰退、教育腐败、边境问题、共产主义思想萌芽、官商勾结，你个人认为什么是美国基督徒最大的威胁？应该是共产主义思想萌芽吧。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美国基督徒最大的威胁。有一些事发生了，他不觉得说这个是什么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他觉得这只是一个社会的现象而已。我觉得这样就蛮危险的，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东西他一出头你不打掉他的话，他应该会发展的非常快。对啊，没错，特别是像现在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挺共产主义那一套，认为说政府应该要收集更多的这个你的钱，然后呢来分给大家，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思想。嗯，那么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得到更多的权利，然后
你放弃更多的权利，然后你放弃更多的资产，一切由政府来去支配所有的事情。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东西就跟美国的自由是完全相反的。那很多基督徒去支持这一点，然后就说什么，哦，你看《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也是共产主义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你去看那一段故事之后发生什么事，你就知道共产主义会发生什么事了。你圣经你不要断章取义的去看这一点。所以说我也觉得共产主义还有教育腐败，对，这东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共产主义还有社会主义这东西已经影响美国教育从1960年代开始就一直到现在了。所以说教育是我们最想要改变的。这个也得靠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如果你要是家长的话，一定不要害怕为了你孩子的权利去发声哈。我们当然是要结合 local 的这些，我们能做多少我们是要尽力的去做。好，那下一个问题要说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也差不多九月多，然后那时候外面火烧山很严重，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人，我也没听过她，我也不知道她，然后只知道之前是在跟我是同一个公司电台工那个工作过，然后但是我那时候没有见过她，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就是哦瘦瘦的啊，然后漂漂亮亮的啊，但是我没有觉得她很年轻，因为她被说成一个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主持人，然后我想说一般来讲会有很有经验的主持人应该就是一个四十以上吗？我没有讲，但是就是那个有一定年纪的，然后就没想到他是一个只是看起来老但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等一下，这句话我要消化一下。但是最主要是你的年轻还但是他现在特别剪了这个头之后，各位不是觉得他我20多岁、你成熟，看起来成熟。好，那我就来讲讲我第一次见你面的印象。你跟我完全相反，你这人看起来就是个小孩，但是没想到我都快40了。怎么样，有没有伤害到你？还好。那但是当时就没看你就没什么印象，就感觉说这人脸怎么那么臭啊，就觉得你这人怎么不讲话，然后为什么那么凶，然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生气，然后为什么脸那么臭。Yeah,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熟嘛，对，所以说就是我如果说私底下认识我的话就知道我这个人其实不太爱跟别人讲话。你说现在就我了解你的程度哦，现在我们熟了嘛就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是朋友又是同事，然后现在又是 business partner, 所以说这样子的沟通然后讲话就是必要的，然后也是开心的，但是如果说像说我在其他地方的话，我就不太喜欢跟别人讲话，因为就是我懒得去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啊，然后大部分的人讲话又不是很有营养。哎呀，下一个这问题，在办公室有哭过吗？你哭过吗？我没有。你哭过？还有一次我们在讨论堕胎那一集的时候，对，然后我们就稍微起了一点争执，就是我说堕胎就是不应该，100%不应该的。啊，然后他就是认为说某些情况是可以的。对，我们其实应该要做一集，就是对应该，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堕胎的都没人看，然后点阅率非常低，对，所以就我们就想说，哦，那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个东西都是有一个认知。所以就说，哦，那可能大家都知道了，那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做。但是当时我们其实讨论那个话题的时候，他没觉得有争执，我觉得生气了，气疯了。对，然后他还高兴呢。当时那个探讨完了之后，他出去上了厕所，一回来我就在那哭，他还在那说：“这么讨论真好。”也就是说，对，没错，我们就是要有这种讨论，对，就是彼此不同的意见这样讨论是非常非常正常，然后非常非常可以督促彼此成长的，然后什么什么，哦，就在旁边，你为什么这样子？我女生呢，你怎么让我？那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他写的，非常严肃的问题：美国有可能爆发内战吗？好，你自己写的问题，你觉得美国有可能爆发内战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啦，因为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某些部落格，然后还有会看到吗？对，然后还有我们很多在这边的 YouTuber 会讲到这个东西，这东西我觉得是值得探讨的。可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尽管有很多人觉得说美国可能过几天就要怎样怎样啊，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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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脱离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上一次爆发内战是有非常大的民意支持的，有非常大的民意支持说我们要脱离这个东西。虽然现在那个
表也出来，就是统计报告也出来，就是说哦，40几%的人在这个东岸这个地方、西岸这个地方，然后会都觉得说我们要脱离美国，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过得太舒服，然后我们的生活其实还 OK， 然后政府你说压迫，但是他的压迫是被民意支持的，那所以说某层面上面美国是不太有可能爆发内战，但是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未来非常的有可能。这一次的 mask mandate 现在把美国人真的是分成两个族群，然后美国的你如果看这个投票内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蓝州没有蓝州，只有蓝的城市，就算是蓝州，就算是加州，也只有那么一点蓝，其他全是红的。纽约也只有那一点蓝，其他全是红的。所以说，如果说爆发内战的话，这个地域性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同的，然后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之前是整个州都希望脱离，整个州都怎样怎样。所以各位不用担心，短期内还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继续走这样下去的话，非常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生活。我们跟左派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唯一可以统一这个国家的就是国旗还有宪法，他们现在两个都想要摧毁。所以说这东西如果说我们不能在这个东西 agree 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拆伙。拆伙。好，来下一个说就是如何坚持不懈的产出内容。我觉得你要看什么样的新闻啊。如果说你要看很多人看的新闻的话，那种大新闻的话，其实每天都差不多，就是 Joe Biden 又出洋相，然后呢，左派又做了什么蠢事，然后呢，我们要怎样怎样去抵制他。我比较注重就是文化的新闻，像学校怎么样，然后学校老师怎么样，然后工会怎么样之类的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东西。我最主要是在想要再讲说现在男人上大学上的很少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一些社会的问题，然后因为这些东西才是真正可以解决我们生活的东西。像之前那个阿富汗，每天都在阿富汗连续两个礼拜，你们没看腻，我都讲腻了。对，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几乎都差不多，就是你去问拜登，然后呢，拜登什么都不说，然后白宫发言人说他还不知道，然后呢，但是绝对没有错，都是川普的错，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没有什么新闻。你呢？我是每一次看到，就是先是去找新闻嘛，然后我得要看到说有哪些是值得报的新闻。其实有很多口水新闻，而且我都不知道那些记者他们都怎么编出那么多字的。其实一篇报道真的总结下来就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完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可以编那么长一篇，然后一看很多都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挑新闻什么的。然后我真的会祷告很多，因为我，对啊，我就是想问神说，那你想要我报什么？你想让大家知道什么？好，下一个说，促使做很多个人突破的原因。促使做很多个人突破的原因就是觉得说，神既然这么高看我，敢让我做他的事工，那我一定得好好做，就是我做的工作一定都得对得起神，就是一定都得让神满意，然后我一定要有成长，就不能说一直每天混吃等死，然后一直都是一样的水平，那我对得起谁呢？我就对不起神。我觉得个人突破对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然后你突破自己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障碍在前面。就像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有很多个人突破了，就是我们在做新闻这一年来做新闻这东西，然后突然到了这个觉得说，我们好像做的还 OK 然后好像有一点成绩了，然后呢也认识了很多很重要的人，然后就突然就财政问题就发生了现在的事情，那我们就有选择，就是我们要放弃这个东西，然后还是我们要继续做下去。那我们现在遇到这些问题，是我们如果突破的话，我们就会变得更强壮，而且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变得更稳定，然后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会更有影响力。所以说我觉得说每一个突破都是必要的，然后每一个突破都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对，虽然很可怕，我现在我可能讲出这么好听的东西，你说害怕会不会？一定会害怕，还是会慌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的突破，就都是神在带领我们去做这些东西。然后
He never failed us. He's always there. 可能是更多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说在我们真实的工作中去做这些东西，还是在属灵的方面，其实神都会带领我们有一个突破。那这个突破呢，其实很多时候你说看环境是会让我害怕，但是其实我更多是有一种兴奋的感觉，我就会觉得说哦，要跨越了，这个就是要跨越的时间、yeah. 就是走出舒适圈要跨越的时间，所以我等着看神要怎么做，这个是让我感觉到非常兴奋的地方哈。那如果这个不管说你看我们节目的大家，你是在工作的还是你在上学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去突破，虽然好像突破这个过程真的很难过，就觉得哦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会遭遇到种种的问题，或者是心理上面有一些的问题，但是还是要去做，而且要不断的去突破，这个是会让个人不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yeah. 还有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合作一年了，我们也认识一年了，这个过去的一年合作中对彼此有什么看法？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女人。真的哦？对啊，我觉得你非常，而且脑子非常清楚，而且你吸收能力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她非常的爱读圣经。而且她每次一读就是三个不同的版本在那个地方，你还差一个希伯来文版，对不对？你下次试试看，你下次试试看，那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他每次去找什么东西的话，他第一个就是看说这个东西合不合圣经，然后呢，这个想法符不符合圣经，然后怎样可以把圣经的这个话放到这个新闻里面。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是吧？对啊，那下面该我夸你了。你要损我也没关系啊，没有损啊，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而且你是真的聪明。你知道那个我们之前就是有那个先知预言的服饰嘛，给我们发预言哈。我听完那个先知给他发预言，我就很羡慕。我晚上回去就祷告，因为那个说神要给你智慧嘛什么的。我回祷告，我说神我也要智慧。我说你把给他的也给我一份 copy 一个，然后给我一个。对，因为我觉得你是很聪明，然后很有自己主见的人，就是你不会说特别轻易的被别人给带跑，你是会很坚定自己的想法，做事情很快，就是手脚都很快很利落。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团队里面大家一起来合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在我们团队里，就是我们接触这个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发现哦，其实我们在一起每个人都很合、yeah. 啊、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这个东西 idea 一甩出来就知道说啊，大家大概都知道说这个东西出来应该是什么样的、yeah.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也真的感谢神把我们能够捏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认识，我怎么会认识两个这么奇怪的人。哦，他那边一句话都没讲，然后突然就把他拉进来。我感觉突然有眼光从那边来瞪我。哎，Priscilla，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讲？你才奇怪。你说我奇怪。好，所以呢，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这一年一起成长，因为没有大家的话，那我们做节目给谁看呢？对，我们说神的话语给谁听呢？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节点的事情。我们从刚开始做这个施工到现在整整一年的时间，神来建造我们，然后到这一年的时候神放手说你们自己去做。那这一点呢，我们看出哦很好，因为神要带着我们有一个突破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在看现实的环境，就意味着我们会失去每两个礼拜就会拿到的一张支票。但是这个我也相信，这个是神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季节嘛。因为只要有这样的突破，放手让我们去做，我们神才会带领我们，然后让我们把这个事工越来做越好。但是这个时候也是培养我们，然后锻炼我们，让我们只看神不看环境的这样一个季节。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然后一直收看我们的节目，一直鼓励我们，不管是说在线上的还是说在线下的认识我们的朋友，经常收到很多大家的问候和祝福。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为我们来祷告，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蛮需要很多祷告能够将我们拖住。因为虽然我们大家说哦，那个只看神不看环境，这个其实要做到，如果大家经历过应该还是蛮难的，就是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心理上面啊，或者是我们那个身体啊，在做工作上面都需要大家一个祷告。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每天祷告的时候帮我们祷告一下。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这个特别节目，我们未来的一年也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好的内容。虽然失去了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一条
更好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呼召。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一个崭新的一年了 ，OK， 对不对？未来呢，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有各位的帮忙，帮忙分享，帮忙推广，在金钱上的帮忙，还有资助。我们在这个地方也邀请各个商家，透过我们的频道来宣传你的产品。你得到的客人将会是知识充足、有正义感、有良好价值观的客人。就说谢谢大家过去一整年的支持，我们会更加油、更努力。然后请各位一定要帮我们祷告，让我们的事工可以有更多的果效。好，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的收看，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祝福。那在这里呢，也请神来祝福您，祝福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祝福神添多多的智慧给您，让您福杯满溢。好，我是 Felicia， 我是 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